大姐，等等我，你这回来一趟可不容易啊。还是我呢，你还不是吗？这咱妈过生日的，肯定得回来啊。谁说不是啊？这难得回来一次呀。对了，小浩，你给咱妈准备的什么礼物呀？这无非也就是钱嘛，你还不一样。是啊，走吧，赶紧回家。走。这大姐跟二哥都来了呀。妈，你看我们都来这么久了，你这在等谁呀？这饭做好了没？对啊，妈。这你弟弟还没回来呢，咱们再等一会儿。又等阿楼啊？妈，你说说他，每次都他磨叽，这也不知道买个车。是啊，妈，你说我们三个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的，就混得这么穷。行了，你们两个也别再说阿斗了，他也不容易呀。行行行，等我先上个厕所。哎，妈，我回房间休息一会儿。这阿斗啊是怎么回事？该来了不现在也不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？啊！阿德来了，来坐坐。啊，这你过生日，我也没买什么东西，就点鸡蛋跟西红柿。来就来了，买什么东西呀？你能来，妈就高兴。妈，这是儿子没出息，不能给你买好的礼物。儿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拿着。不是，妈，你干什么呀？这个钱我不能要。儿子，你小点声，快拿着拿着。妈，你这干什么呢？二哥，你说干什么呢？没什么啊。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过生日你还得给他钱啊？小贺，你和你大姐你们的条件都好，你看你弟弟他过的什么日子呀？妈给他的钱怎么了？妈，这混得好不好是看有没有本事的，这不公平。姐姐，妈，小花，你看妈干的这事。大姐，妈怎么了？你说咱妈过生日，咱没给她的钱，咱妈用咱们的钱来给小弟。妈，你这做的是不是太过分了点？她要有本事孝顺你，你也不能拿着我们的钱去给他呀。行了，你们别说了，你们是有钱，可是你们这一年能回来几次呀？你们有钱就是孝顺了是吧？这你们两个不在家，这里里外外不都是阿斗帮我的吗？妈，这谁有出息谁在外面，他要有出息了他能回家在家照顾你吗？他是没出息。对啊，如果他出息了还不一定给你钱呢，我们还给着你钱呢。到现在是我们没有好好陪过妈。行了，大姐，
二哥，你们该外面该挣钱挣钱，这妈呀由我来照顾，我只希望你们啊抽时间回来看看妈就行了。哎，知道了，三弟啊，你说的对。行了，你们几个什么都别说了，你们三个过得好，这妈心里啊就高兴。咱们呀都是一家人，以后别再看不起你弟弟了。妈，我知道了，这家和万事兴嘛。妈，你看今天你过生日，你就别忙活了，我呀去做饭，让二弟帮忙，你给老三你们两个好好唠唠。行，那行，你们两个去做饭吧。走，二弟。好嘞。莫腾，莫腾，哎，这莫腾去干什么呢？这孩子，出去也不会说一声。妈，莫腾，干什么去了？来坐。是啊，哎，这怎么没按锁了呢？去哪儿了这？真是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出去找找他去。行，说莫腾了。阿斗，怎么是你啊？还怎么是我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说说你，这么多年没回来了，现在回来干什么呀？阿头，你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呀？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妈呀？还你家？这里啊，四年前都不是你家了，你在这装什么呀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哎呀，阿头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还怎么回事？哼，你啊，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啊！不是，阿头，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明白。我怎么忘恩负义了？还怎么忘恩负义呢？难道你不知道这房子四年前就卖了吗？什么？卖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我妈都没给我说过呀。什么？没跟你说？是啊，她从来都没给我说过这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啊，这样啊，这件事我也不是太清楚，我只知道是
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啊？阿斗，婶儿想让你帮帮婶儿把这房子卖个好价钱。不是，卖房子？你这房子不是好好的吗？干嘛要卖掉呀？阿斗，这事啊，你就别问了。你呀、啊，给我找个好买家，把这房子多卖点钱就行了。那行吧，婶儿，那我帮你问问吧。行，阿斗，这事啊，就拜托你了。那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，慢走。这我也不知道，这你妈说叫那个房子卖一个好价钱，让我参考一下。阿斗，那你知不知道我妈现在住哪呀？这你妈住哪儿？最近好像听说在你姑姑家住的吧？这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。那行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那我先走了，阿斗。行。这他不知道吗？真奇怪。妈，妈，怎么是你啊？木腾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我大学毕业了，回来看你呢。妈，你怎么把房子给卖了？怎么还在这里捡起瓶子来了？闺女，妈不卖房子，那学费怎么办呀？妈是不想让你担心，想让你在学校好好读书，所以才没告诉你。妈，对不起啊，都是女儿不好，女儿让你受苦了。傻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这妈为你付出，那都是应该的。妈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我再也不要你受苦了。我现在毕业了，也找到工作了，今天呀，你就跟我走，去我去的城市。我闺女有出息了，真好。行了，妈，咱走。